臣妾有罪，臣妾愚笨无忧，帮不了殿下。本以为弟弟朱月多少可以效一点力，没曾想他竟然如此胡作非为，坏了殿下的大事。事已至此，还说这些有什么用？臣妾在这里。 我花了10年的光阴去跟太子斗，好不容易斗赢了他，又冒出了一个靖王。原本以为不需要花费多大的力气就能将他撇开，入主东宫，没想到我萧锦环一夜之间竟会败得一无所有。不会的。 殿下，一切还有转机，不会再有转机了。我太了解父皇，变主是早晚的事。从今以后，我将跟帝位永远无缘了。蔡兄，这可是窖藏60年的状元红。 我一向舍不得喝，今天便宜你了。满上，我知道你心里不畅快，可你把自己灌死了有什么用？再说了。 这个局面你应该有些准备的。说真的，我已经准备过了，可是心里还是忍不住的失望。沈兄，你也都看见了，陛下一直在骂誉王，骂他玩弄手段，骂他欺君瞒上，而誉王呢，只说被逼自保，再用点苦肉计，表一下他敬畏之心，就让陛下松口了。 对于私炮房一案，他们真正反思过没有？誉王说被逼无奈，从不敢轻视皇威，可重点在哪里？重点不在这里。69条人命，那可是69条活生生的人命啊！对于陛下而言，难道就不值得一骂？对于誉王而言，难道就不值得一毁吗？ 居然谁都没有提，谁都没有看得很严重，他们介意的，他们放在心上的，到底是什么？是什么？为了谋取私利，这样草菅人命，已是令人发指。可更令人心寒的是，为君者对这一点，居然毫不在意。所谓人命关天，这才是底线。 消磨下去，大梁还有什么气数？百姓还有什么活路？你先别气馁，还有靖王殿下呢。既然沈兄直说了，我也不瞒你，我对靖王殿下的期待，同沈兄一样。只是。
誉王的手段实在阴狠。靖王殿下身边，要是没有一个能够替他挡暗箭的人，未必能够走到最后一步啊。誉王和献王内斗多年，手下搞阴谋诡计的能人谋臣多的是，希望靖王殿下福泽深厚，招架得住。朝局如此，真是让人心灰意冷啊。你错了，越是朝局如此，我们越不能心灰意冷。在其位当谋其政，有些事情我们虽然无能为力，但有一颗为国为民的心思，总比尸位素餐要强。景琰没事，案子已经查清楚了，他受的委屈朕会给他补偿的，放心吧。怎么了？景琰今日之祸根源还是福薄，受不得陛下恩宠太过，陛下还是少疼他一些的好。你这是什么话吗？景琰受的恩赏都是他自己挣来的，朕绝无偏私。朕既然宠他，自然会让他受得起这份宠。好了，朕知道你现在后怕，并无斥责之意。说起来也难怪你悬心，景琰的性子嘛，也是太直了些，率性而为。他明知道朕不喜欢，让他为赤焰的旧案辩护，他还是照说不误。哎呀，这一点倒是比那些居心叵测之徒更为让朕安心呐。景琰心实，请陛下见谅。朕这一次确实是没有想到玄镜司竟敢如此胆大妄为，所以一时不防委屈了景琰。否则以下江的手段让苏哲那个病秧子进去严审，搞不好还真能给他造出一份什么伪证来，让景琰翻不了身。苏哲就是那个后宫常谈论起的拿三个孩子击败了北燕高手的那位苏先生吗？就是他。怎么，他在宫里也有这么大的名气？臣妾从来没有听景琰说起过他，可见他们并不相熟。那怎么夏江会把他也给扯进来了呢？你久居深宫当然不知道，这个苏哲嘛，真名梅长苏，在天下广有才名，见识才学都是一流的，听说在京城里结交了很多人，景琰嘛也免不了多少跟他有些来往，夏江大约就是凭着这种来往想把他说成是景琰的同谋。若是夏江真的对景琰不怀好意，那直接冲着景琰来就好了，这弯弯绕绕的扯什么同谋啊。你真是妇人之见。景琰是什么身份？那是七诸亲王。夏江呢，虽然未同一品君侯，但是没有朕的旨意，他能去提审景琰吗？他能审出什么吗？那个苏先生，跟景琰相比
这个苏哲就不一样了，他是个文人，身体弱，筋骨也不强，真要进了玄镜司，那还不由着下江摆弄吗？要真是这样，那苏先生岂不平白遭受到无妄之灾？嗯，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真没问，但想来也好不到哪儿去。这个苏哲嘛，也算是朝廷的客卿，朕自然要抚慰他，以免天下误议，说朝廷没有惜才之心。嗯。连陛下都这样说，嗯，此人一定不是凡品。这个苏先生是个有见识的人，景琰就是太犟了。你跟景琰说，让他多去请教请教。朕可听说了，说景欢一向朝那个苏宅跑的可是勤着呢。陛下，只要景琰忠心为朝廷办事就行了，虽然应该礼敬明事，但却不必刻意笼络。景琰是不是只想当办事的王爷啊？有人托我来看望你，你还好吗？夏江是你的恩师，却又视你如棋子，这其中的恩怨情仇实在是分割不清。我是个习武之人，不知该用什么话来安慰你，只是希望你能早日振作起来。相信聂将军在天之灵，也不希望看你就这样沉溺下去。我兄长和春兄怎么样？事发当天夏秋不在场，可以不认定他是夏江的同谋，夏春的罪会重一点，再加上一些其他的罪名，但也不至于太重。那他呢？他是主犯，就单以构陷皇子这一条罪名，他已无生机可言，这也算他罪有应得，你就不要再挂在心上了。不会挂在心上的，心早就没有了，又能挂在哪儿呢？你不用慌，朕的话没有别的意思，也不是怀疑景琰有野心。嗯，陛下明白就好。嗯，朕知道你们这些年是委屈惯了，以前有太子，现在还有誉王，所以你们没有朝这上头想过。但是事到如今，实在该想想了。景琰嘛，不在朝廷上结党，执行公正，朕很是喜欢。但是他在自己府里，还是要有一个人。这次他险些掉进人家的陷阱里，
还不是因为缺个人替他琢磨事情吗？陛下爱着我们母子之心，臣妾明白。刚才的话，臣妾也会转告给景琰的。只不过这个孩子，他最不喜欢的就是……想必陛下也知道，要是我的话他听不进去，那臣妾也实在拿他没有法子。哼，这个犟脾气的孩子。好了，不是什么大事，朕会照看他的。哦，对了，你们各自奔幽禁，也有好些日子没见了吧？这两天朕让他过来，你替朕安抚他一下。安抚什么？小户人家的孩子胡闹，尚且要挨个两三下巴掌呢，何况陛下是君父，他是皇子呢。再说了，惊一事长一智，于他也是敬意。如果他真的心生抱怨，那就真是臣妾教子无方了。哎呀，景琰的心胸随你了，这让朕甚是喜欢。刚才朕突然想到，你不是说在宫里召见苏哲不合规矩吗？那三月春猎时让景琰把他带到围场来吧。出宫外巡时没有那么多关爱，还有朕的允准，你找个方便的时间把他叫来见见就是了。三月春猎，陛下要带臣妾一起去吗？不带你带谁呀？是，臣妾遵旨。聂将军死不瞑目，在真相还未昭雪之前，聂夫人还是要擅自斟酌。外面可还有什么人需要我带话的吗？请蒙大统领转告苏先生和靖王殿下，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还王者公道。在那之前，纵然是到了流放之地，我一样可以支撑，请他们二位不必为我操心。聂夫人放心，此言我一定会带到。赤焰旧案，靖王殿下已经下决心要追查到底，绝不会让他就此淹没。聂将军身上虽然没有污点，但他毕竟是赤焰旧案的起因，如果不能将真相明明白白地公告天下，我相信聂将军的在天之灵也不会安息的。告辞。蒙大统领，苏先生中的乌金丸之毒是否已经解了？什么毒啊！儿臣不孝，这几日让母亲担忧了。事情过去了就不要提了，起来吧。是娘娘。静言，你坐下。母亲神色与往日有异，难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吗？你先坐下。这几日宫里宫外可谓是惊心动魄，生死一线。我确实是有很多话要跟你说，也想听你讲一讲外面所发生的事情。但在这之前还有一事未了。何事？有一份口供，我想你当面听一听会比较好。
见娘娘，参见殿下。小心，你向我招认的话，跟靖王殿下再说一遍吧。是。来，把药喝了。昨日不都好些了吗？怎么今天又这样了？什么叫好些了？我就从来没见他好过。来，我看看。啊，过半个时辰，我再来行一次针。你们也不用提前哭丧个脸，有老夫在，砸不了招牌。燕大夫，啊，那这几日宗主是不是又得闭关，不能见外人了？哼，爱见不见，他这几天能清醒才怪呢。你就是放100个人进来，也跟他说不了一句话，闭不闭关的无所谓了。你说什么？你居然是下江的人？算是吧，我遵玄机公主一命，听从夏守尊指派。那你的意思是说，闭锁芷罗宫，为难母妃，全都是夏家和誉王的主意？是。那个所谓苏先生派来的人，还有我向靖王殿下哭诉的那些话，都是夏江安排的。带他下去吧。是。这个局并不难破，只是关心则乱。夏江是摸准了你的性情。不只是我的性情，还有心中的偏见。对于苏先生，我虽与他投契，也很欣赏他的才学，但是从内心深处，我仍然只当他是个谋士，不能完全信任他。心有疑虑，自然就有裂痕。夏江能趁虚而入，也就不足为怪了。论起识人之明，我确实不如母亲。母亲当时也不知道真相，但却比我冷静得多。对于苏先生的信心，也比我足。我当然知道，那样的事他绝不会做。母亲说什么？我是说，既然误会已清，你准备怎么做？自然是去向苏先生致歉。大统领，开门！开门！
时才看清楚，你也是动辄严厉、眼中没有天性和良知的人。萧景琰今后何去何从，就不劳梅宗主费心了。贝玛，什么？贝玛，我要去苏宅。殿下，外面好大的雪。那日他从苏宅赶过来劝阻我时，不也是漫天大雪吗？请殿下见谅，宗主病重，不能见客。殿下有何事，吩咐我就是。苏先生病重。是。是在玄静司受了什么刑讯吗？也许吧，不过入冬之后，宗主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好。况且上次在靖王府中受了些风寒，虽然拿药压着，但还需全部发散出来才行。殿下此来只是来探望先生，并非有事。既然先生病重，更该进去问候了。殷大司，靖王殿下，他现在怎么样了？蒙大统领为何如此着急？哎呀，他在玄静司被夏江喂下了一颗剧毒的乌金丸，你们不知道吗？你是说苏先生？我当然说的是他。此毒服下之后，七日之内必定会突发致命啊！我已经拷问了夏春，也翻遍了整个玄静司，依然没有找到解药，赶紧问问叶大夫还有什么办法。夏守子，殿下，殿下，解药的下落，只能问夏江。可是夏江，他肯定不会。我愿陪殿下一同前去。事到如今，我们该怎么办？誉王还在外面，我还没有拜到敌。誉王把自己关在府里闭门不出，已是自身难保，恐怕无法施以援手。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想翻身是不易了，但是还有一次机会能让他救我出去。什么机会？三月春猎。你如此聪慧，细想就能明白。之前这几个月一定要让誉王沉住气，在陛下面前只管哀求回罪，切不可再与靖王有所冲突。安若明白。
靖王殿下到。参见靖王殿下。送饭的，快走。靖王殿下。怎么得罪了靖王殿下，连饭都不给吃了吗？看来也没有别的事，是为了乌金丸吧？这个苏先生的分量还真是不轻啊，竟能劳动两位亲自到地牢来看我。燕大夫，那个吴京文可以不用管了。不管了？他身上的火寒之毒乃天下奇毒之首，吴京文入体之后已渐被吞噬消解，已经不会发作了。真的？当然，您说没事，一定会没事的。说，解药在哪里？我要不说呢，你敢在这天牢之中把我杀了不成？为何不敢？一个当红亲王，一个禁军统领，案由还未开审，便一起到牢中下手杀人，你也不想想，咱们那位多疑的陛下听闻此事会有何感想？我素来鲁莽，想不了这么多。离乌金丸毒发还有三天，我可以不进宫，不上朝，拷问你直到最后一刻。苏先生若有差池，我立即亲手拧断你的脖子，就连你的尸身都没有人替你收敛。好，为了一个谋士，你竟这般不计后果。萧景琰，我没有料错，你我之间确实不能两存。解药呢？靖王殿下，靖王殿下。上次你急着出去向苏先生致歉，我都忘了让你把一份新做的点心给他带过去。他还好吧？他在玄镜寺中中了乌金丸之毒。乌金丸？我请不用担心，已经找到解药了。虽然毒性已解，但想必一定会有所上损，你还是应该多去探看才是。这次危局能够平顺度过，多亏有了苏先生。虽然之前他不赞同我去救魏征，我气得与他断了往来，但后来他还是屈尊来劝解，
又竭尽心力替我谋划，连自己都陷进玄镜司中受苦。苏先生不赞同去救魏征，就情势而言他是对的，不过最终你们两个还是协力度过了这道关，有这样的人扶持你，我真的很安心。魏征被救出来以后就由苏先生安置，他也不告诉我安置于何处，说还是不知道的好。其实我真的很想早些见到魏征，想听他说一说当年的情形。既然他的人已经救了出来，你也不必急在这一时。这些年我总是不停地在想，赤焰军是怎么被歼灭的，小叔又是怎么死的，他死的时候有没有说什么话，留什么遗愿。我真的有的时候很难相信小叔就这样死了。记得我去东海前他还跟我闹。你这次去东海起码得半年多才能回来吧，听说东海有很多珍珠，你带回来一些给我当弹珠玩，至少也得带个像鸡蛋那么大的吧。鸡蛋那么大？别闹了，哪有那么大。给你开个玩笑，带个鸽子蛋那么大的。我试试吧。我把珍珠带回来了，可他却连一块尸骨都没有了，就连灵符，我们小时候在一起玩闹的地方，也在一夜之间成为了禁地，变成了仅供凭吊的遗迹。景言，好孩子，只要你没忘记小树，他就还活着，活在你心里。在我心中，我想他活在这个世界。万事不能强求，失去的永远也不可能再找回。就算小叔还能回到这世界，他也不再是当年的小叔了。齐王兄，林帅，小叔，我知道你们在某一个地方看着我，已经没有什么能再让我回头，让我放弃的。变幻，风云几卷，乱世起青蓝。雪仍严，何人心念？烈火清平原，挥剑诀别红颜，不一许余年，的确为
冰心石破长夜江山如画，是我心眼。关山横槊，水可不填，碧血长江。